范武参加民国111年由教育部体育署所推动的企业运动认证，经评选后首次参加即获认证。员工全体更健康更开心，再次掌声谢谢范武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为增进同仁的身心健康及排解工作上的压力，同时拉近同仁彼此间的距离，范武于2021年开始推动社团活动，同仁皆踊跃参加公司所推广的社团，成为公司内部良好的风气，同时有效鼓舞士气。此外，范武长期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，对于成长环境资源匮乏但有艺术或体育天分的家福孩童提供助学金，鼓励家福儿勇敢追求国手梦。范武将持续延续内部运动风气，落实企业员工关怀，共创价值。